今天我们在森林，有好多雪，零下四度，不冷，因为我们跑一跑，走一走，看爱丽丝。爱丽丝，爱丽丝，说你好，大家，大家 ，hello。你好，你好。Awesome. 维达利说 ：“Hello， 你好。你好 ，Say hello. Hi guys. Bye. One, two, three. 哟呼 ！One more time, 爸爸。冬天的时候，我最喜欢玩的游戏知道是哪一个？我一二三，呜！不要等其他人跟我一起玩，我就是一个人自己可以玩。我这么爱学，哇，真很多！哎呦呦！OK，OK， 好了。Раз, два, три!请大家听一下，好安静。请看看，下雪了，好漂亮！爱丽丝要做那个 snowman， 但大家看看，今天可以做雪球，用一个手不太方便做。但是如果我要做大的，如果我们要做 snowman， 我们要这样做，它就会变大。但今天不会，所以我雪不够湿。Does it make sense? It's not dry enough. 不好意思，我没有讲中文两年多，有点忘记。但大家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就是雪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做 snowman， 比如说如果雪太干 ，too dry， like today， 看看，所以不容易做大的 snowman， 只能做小球 up， 但如果雪比较湿湿的，这是最好的时间做 snowman。雪在他的手上。来 ，Kimi， 我们的小狗好喜欢玩球。哇吼！两个小时在森林里走一走，跑一跑 ，Yes Yes Yes。走一走，跑一跑，有点累。